最近的挑战是觉得要怎样去把商人的法去传给个案他们，因为我本身不是很会去讲故事啊，还是说法之类的，可能就要把这个商人的法传过去呢，是有一点难度。那我都是借用像手机把那个商人的法传过去啊，还是新闻啊、故事啊，或者是我会做金丝鱼的小卡，这样和他们去尝试做分享啦。有些个案也不见得要听，但是我们也要看什么时机要讲些什么话，那我们都在尽量咯，我们可以做到的我就尽量去分享咯。我印象最深刻的个案是李延信，他之前是在我们这边的洗肾中心洗肾，然后他眼瞎，可是他就是很有那个坚毅的精神啊，他常常都有固定的时间会去听商人说法，虽然他是眼瞎，但是他就坐在电视机靠近电视机这样子去听商人讲些什么话这样子，然后他就听到商人说吃素，他就开始吃素了。从他的身上就可以学到就是那种克服困难啊，有言就有力啊，那个很坚毅的精神啊，更何况是我们是正常的人，然后是不是更应该的去尽心尽力的去付出了。很多肾友其实他们也是有那种病苦，很多也是家庭有问题，很多也是心也是很苦。我们常常见面呢，如果我要来洗肾中心，就会常常遇到他们哦。那我们也是希望这样一起的陪伴然后跟他们可以的话，就可以跟他们分享正念上人的法，让他们也可以一起来种福田啊，就是跟家人这样一起谈天哦。有什么事情，他们多数也是会跟我们说啦。多一份善念，多一份平安，一人一善，远离灾难。